这位先生您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哎，请问您哪里不舒服，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我这腰椎两边跟坐的时间太久了，这个屁股上边疼。哦，现在呢？现在屁股坐一会儿就疼，两边。两边就疼。对，不能弯腰，不能干重活，腰椎有点，椎间盘突出稍微有点这块儿，这条腿整个，不能走路时间太长，也不能提那个比较重的东西，这条腿就没有力气，酸。哦，多长时间了？这个两年左右。两年了。看过医生吗？看过，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吧。医生诊断的是椎间盘突出。对对对，拍过片子啊。张医师，这个我们再进一步上次的延续，也就是我们有提到除了他处筋伤，还有一个组织受损的概念。对，那以现在患者说他已经两年多了，那两年显然就不是怎么样呢，组织受损，因为已经该修复。那组织受损，如果一般人你用问患者他的病有多长，一般以三个月，也就是三个月前，三个月内，如果是刚受伤，哦，那也有可能是他处筋伤，也可能组织受损，如果三个月后，一般的患者几乎都不用再讨论组织受损的部分，一定是他处筋伤，也就是说三个月是一个界限啊，三个月以内有可能是这二者都有可能，是或者是组织受损，或者是他处筋伤，超过了三个月这一定是他处筋伤。那么这位朋友的情况属于他处筋伤，两年一定是他处筋伤。好，当然也有极少部分人超过三个月到半年之间还是组织在受损，但毕竟这是少数，我们今天就不讨论，我们以一般患者的概念，那就是以三个月来区分。好，那好，接下来我们给这位朋友来处理一下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您指出你的痛的部位给大家看。这两点。哦，这两点目前正在痛。对，是吗？这两点。还有这两点。对，称的是两点。好，这两点。好，对，好，这在屁股，好，这一点就在屁股。好，那我知道。好，那请趴在那。这位患者他叙述的就是这两点疼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还有这两点疼，是吗？对。好，那这两点疼，如果以原始点，那绝对不可能按在这个痛点上。所以我们如何找出原始点呢？我们就用一个巴掌的理论，那就是在这个巴掌指尖的部分，我们一路走下来，只要在这两侧任何的痛点，你把它解决了，那它原来的痛就会消失。那我们现在找给各位看。这里疼吗？还好哈。对，还好。那这里呢？这里也不疼。也不疼。这里呢？也不疼。对，这里也不疼。这里疼吗？这里有一点。这里开始有。对。那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对，这里。这里也疼。那这里呢？对，这比较厉害。这里最厉害。那这里呢？这更厉害。这里更厉害。那这里呢？没有上面那点最疼，也就是这一点最疼。再来往下一点，这里最疼。对对，这对。好，那你原本是痛两侧是吧？那我按中间，那中间这一点最疼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找另外一侧，这一点疼吗？这不，这里也不疼。对，这里也不疼。这里呢？这有疼。这里有开始疼了，对。啊，这里呢？这有点儿。啊，这里呢？这也有点疼。这里也疼。这里疼吗？这相对来说稍微狠一点，稍微疼点。那也就是他这两点的痛，也就是旁边痛找中间，那中间是这里，所以他这一段最疼，上面没有疼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短短的距离，两侧的痛点，只要把它舒缓，那这两边的痛就会改善。这样可以承受吗？这样力量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对，这边疼点。这里疼。好。对，这里疼。这也疼。这里也疼。
这里也疼吗？对，这疼。啊，这里呢？这也疼。这也疼。啊，这里呢？下面。啊，这稍微上面轻一点。这、啊、这里最还是啊？对对，那我知道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一边我再看看。这一边、啊、对对对，这里。这里也是疼啊，往下面。啊，这里呢？啊，这也疼的厉害。这里也疼。啊，对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这稍微好一点啊，这啊这里啊，上面啊，这里啊，这也疼啊。那很显然的，他就是这一段疼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帮他舒缓完了，我们再帮他舒缓一下，这样舒服吗？很舒服啊，这样舒服啊。就对这块疼，是是啊。好，那舒缓完，照理这两边应该会改善。那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两边也疼嘛，哈。对，就是这块。这两边我们就往旁边，哎，往中间找。那很显然就在荐骨、荐椎旁的骨旁。你这里疼吗？这儿不疼，这里呢？这里也不疼是吧？嗯，对。好，这里疼吗？这里不疼。这里也不疼。好，那这里疼对不对？这里、嗯、这也不疼。这里嘛，哈、哦。好，你说疼这里嘛，哈、哦，是不是？这一块疼。这一块上面。那这个应该还是属腰，没有到下面臀部。对，下边不疼。下面不疼嘛，嗯、对不 对, 对？那这样我们已经处理好。如果是在下面，刚刚他说的，如果在这里，那对过来是中间荐椎啊。但是如果是这个位置，一样对过来是腰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处理过，等于他这里疼跟这里疼，我们处理这一段，他就可以改善了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已经处理完了，我们再让患者起来看看。对，轻松多了，轻松。对对对 ，OK。你为什么弯腰？是不是以前弯腰很难受？对，以前弯腰这会儿吧，稍微有点腰疼。腰疼啊？对，就整个腰这半后边半圈。哦，现在。对，现在弯腰感觉特别轻松。是啊。对对对。好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